就一定啦，啲波唔係空，唔係波多啲。之前用呢種真係好，跟住好似手震震話，仆街嘅，好似其實唔好嘅，我粒手冇咩聽。我之前都係用嗰個叫咩啊？耳機啊，耳機咪？其實係種手法，冇用。屌絲啊，A B C 嘛，屌絲。在这里啊！鬼知道咧，但是我不做高年，成日做啲，我就知道啦。黐線嗰啲卡啊！哇，如果你而家有試埋我，試下就靚噶啦。就係冇咯，係咪？咪就係冇咯，知冇？喺廣東聽嗰時，我兩招，一二三四，等你等你，等你講。冇用啊！我都冇放，我呢副都冇放啊！什麼？為什麼？為什麼？啊！太難了！哇！零度？哎呀，拎唔到啊！拎唔到只嚟，點解？不如我這個牌子是水果椅呢？點解放呢度？我睇調音，真係變態過台。打那邊消果。放这个，不用抽，就放在上面好了。放在上面，然后小果一轮一次站起来，然后加三千，然后小果 tap。这不要直接打我了。最好一二三啊！我还可以再打一次哦，是哦。二一一三三，差埋一下出嗰个然后小果，点解？点解？有粉海呀？那就飞一张吧。然后一点十，我加两千三千，再加一千，三六千。哪里？这三千吗？再加一千。哎，三六千。哎，再加。没学会噶，而家冇学过，死咗定学？死咗都冇。我没搞不死。咁衰仲要？正常啊。啊？其实系攞嚟死。搞我。以为这个？你去打啦。效果加一，三四张。哎，可以啊。三张。好，好开啊。这个。排去，效果进化，抽手，抽一张，然后打那边，效果，再放上去，然后加三千，效果站起来，然后效果再 tap， 再开，然后进化上去，然后拿两张消费下去，哦对，两张消费下去，我交，救命啊！你救我了没？打在地，三条，跳出来，哪一张先？再打一张，没意思知道啊。然后放这个，开一，三张，拿两张，三手，玩什么呢？手，是一个人都不说，都不说我怎么你会沉默，唱着歌自娱自乐，假使爱你是我是的真的，也是爱哈哈哈哈哈哈。刚刚听说
天珠宝宝，炸我炸你。丑逼，嗯，打头，打头，推出来，最好一个宝宝，超级的，大的打先，嗯，没事，再打，没事，不死，然后我就打，收了 ，Oh my gosh， 好开心。